我们家子悠呢，上学期期末呢拿了个第一名。高凡怎么样啊？我们讲究素质教育，想让孩子全面发展。你们对孩子真的是心大，是他先挑衅的吧？次次都是明里暗里的比孩子，总这么倒数也不是个事儿啊。怎么又成了倒数了？一代管一代，小孩的事跟你没关系。我去尿尿，千万别挂脸。太太明明吃顿饭，好吧。我们家丽丽一遇到你们家那位就天雷勾地火。这次你过线了，你知道吗？动手是不是？过什么？别干了。别这一家子人一聚到一块就跟一群斗鸡似的。什么一家人啊，本来就不是一路人，永远都不是。手心手背它都是肉啊，难死了呀。说来说去是不是就是为了上中学的事情啊？我发现你现在满脑子全是什么高分啊、名校啊、出人头地啊，你从来没想过孩子到底能不能顶得住。爸爸怎么教你你才能好好学习？爸爸的辅导根本就没有鬼用。我们做错了吗？我们现在停住回头不晚。成年人的世界就是这样，有始有终。咱们把姐儿俩叫回来，让他们在饭桌上把这误会都解除了。谢了。我们只跟自己比，只要今天比昨天进步就行了。我同意。我也同意。我也同意。全村通过。